哎，我把这个桌子清一下，然后你在这上面呗。我放个电脑就行。放个电脑就行。对。那我就把那个桌子清一下。你把屏幕放在那儿，直播你也舒服一点。这边应该会光好一点。哦，好，这个都不用放。这个给你放在这儿。我把瘦脸给你关了，你和我哥一样，你俩都不能开瘦脸。对啊，那开瘦脸不好看。嗯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莫默。谁的手机啊？我的。我跟你讲了，可长点心吧，兄弟。这个火，这个东西，不是说怎么怎么样，它是真的货真价实。因为我以前不吃，就是咱们店铺里卖的这个参片。我以前不吃的，我以前不吃这些东西的，一个参片。哎，我以前不吃这些东西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火已经很大了，然后所以说我不吃这些东西。但是昨天晚上不是看了一下，然后就是昨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，然后吃了这个东西嘛，我的天哪！吃完这个以后，然后又吃了两片阿胶糕吧。昨天晚上我那个火，两个眼。半夜，然后就是半夜都起来，就是洗脸，就是因为太补了，补的火气，我本来火气就大，然后补完以后我的火气更大，然后导致我昨天晚上那个两个眼睛都不行，都受不了，这疼。然后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有效果，因为对，就像我的身体的话，因为是火气比较旺，然后呢，如果是像一些就像各位小仙女们，如果有点手凉脚凉的话，然后可以试一下这个，尤其这个参片，绝了，真的绝了。昨天晚上吃完回来，突然在路上的时候，来的时候我觉得都动手，回去的时候都不动手，你说回去的时候手都不凉了，对吧？然后它确实是对咱们身体有效，因为毕竟它是也是参片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各位。这个在直播间的小姐姐们，如果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或者在上下班的路上的话，觉得自己的手凉脚凉，睡觉的时候觉得暖不热自己的被窝的话，可以试一试这个。你不要多，你就中午或者早上补一个，这就吃一个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身体很好，真的亲测有效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晚上吃，就是搭配的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阿胶糕，它是因为之前的话我自己在家里面买过这样的阿胶粉，自己在家里做，然后它成本非常高。为什么成本非常高？因为它费锅，它不是费人，它费锅，做一次要费一个锅，而且还费东西。那为什么费东西呢？因为粘在锅上的东西拿不掉了。然后比如说我有一斤的，还有一盒，应该是一斤吧，然后一斤的阿胶，那最后粘在锅上都要粘到三两到四两，然后最后就扔掉了，没有办法，然后只能就是很浪费。虽然不贵，他们也有这个条件，
但是很贵，那就很浪费。所以说如果有现成的，这是我们尝了很多种，然后最后买的，最后就是留下了这一款，就是最后留下的这一款是这一款。它是因为它第一是口感好，第二是它里面这个配比会非常的，就是会比较均衡，然后价格也比较合适。今天在咱们直播间的话是99，到手五盒，而且还送你五袋这个水晶枣，五袋水晶枣，就是那种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秘制那种枣子，那种枣子。所以说，就它是，五盒再送五袋那种水晶枣。你吃吃，你看我昨天晚上补的，你看你看给我整的，对吧？我是一个男的呀。对吧，我是往外冒，但是这是因为我身体里不缺。如果各位小仙女手凉脚凉，晚上暖不热自己的被窝的话，对吧，还要什么外面的物理的加热的，比如说电热毯，暖脚宝，暖手宝，这些东西去给你加温的话，完全不必，可以试试这个，咱们从内调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开个空调还干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咱们从内调理，把咱们自己调整好，就不需要，对吧？就包括男人都不需要暖不暖，自己就是暖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阿胶膏的话，其实它挺实惠的。你如果按照算的话，你是99到手十个东西，五盒阿胶加上五袋水晶枣，两个都是对女性比较好的，对吧？女性比较好，然后身体。对身体调养的话都比较好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入手一下。因为这个五盒的话，你可能大概要吃个一个月到两个月了，一天两到三片，一盒的话大概是28片到30片左右的样子，因为它是按克算的，一盒的话是200克，28片到30片，昨天我大概数了一下，28到30片的样子。所以说如果你一天两片的话，可能都是吃一到两个月，你一到两个月的话，你看你们我就说一个很简单，你们买口红的时候啊，我买这个口红啊，我能用半年，我能用好几个月，对吧？二三百，那你买的这个东西能吃一两个月，而且还是对自己身体有益的，你为什么不对自己投资呢？是不是？对吧？只是你想去说服自己和不想去说服自己的原因，这个一个原因，对吧？好嘞。啊，你可以那个，可以换成，是。有换乘的车，就是你从青岛北站坐到那个曲阜东站，然后再换乘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换乘就可以到。后面的都是换乘的。我说我看不到你这个，我是在这里面走的。我是用携程看的。哦，那果然。对，你换乘一下就行了，时间差不多，就是4个小时。他青岛直达到徐州的没有，但是你可以先坐到曲阜东，都是在曲阜东站换乘，然后还有快的呢，4点55最快的这个是4点55有一班高铁到曲阜东站，然后你换乘，然后不到4个小时，3个多小时就到徐州了。好嘞，8点多就到了。你就买这个啊，别动，照下边，就买这个4点多的，这是高铁吗？是高铁。啊，你可以直接买到那个曲阜东。那下车走的远。但是你换乘的话，你中途也能睡觉，但是只能睡2个小时就得换乘。你直接下个携程吧，挺方便，是，挺方便，点一下，然后它就出现了。哎呀，我们就下播了，姐姐们。默默待会儿就走了，我也去休息一会儿，我们晚上再直播。默默，你给姐姐们说一声拜拜吧。拜拜。谢谢姐姐们，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